武器大师的混战模式也挺好玩的。开局就拿到了双杀，刚复活好像有人在打我，还是找个安全点的位置再打。这个位置挺不错的，视野开阔。这个炮弹真帅，一炮一个。这把武器也挺好。没想到篮球也能当武器。直接秒杀呀，篮球的威力这么大。这是十万伏特，能把人电麻了。武器大师的镜头居然是棍棒，看我如何一棒定胜负。